相见三国秀，连魂夺平安。我叫小沙弥，啊，大家看我这边笑嘻嘻，一身黑布，叽叽。俄罗斯快乐五行香，逍遥歌里知，是我真快活了。啊，一人不知一人打，咱是艰苦啊，无人知。早起就扫线又不等，下晡就打水压菜园，到到到半暝，还是江河上头倒倒水下汤。今仔早起。文思武圣，小沙弥啊，你就落山去化缘了。哎，不是，小阿呆，快点去！啊，四季跳着就啊，天就是大早，好笨的一件。为为武圣落山去化缘，掉掉掉落山去化缘，哎！小师他站在地上，对，不要让他趴下去，然后也不要让他飞起来，就这样四脚很稳的。对，第一个动作比较简单，咱们先来进行手腕的摆动，左摆右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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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非常好，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偏懒呆，有点萌萌的，对，但是这个动作是最基础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进阶一下，进行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咱们就是来源于广东醒狮里面的叠罗汉，就是把狮头举起来，对，对，狮头举起来，对，然后回到地上，对，一上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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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最后最快的一上一下，对，然后这时候跟上你们的脚步。对，让小师往前面跑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咱们回到原位，对，不然等下就冲到台下。这个是不是一个跑跃的动作？对，大家有没有记住？对，非常好。那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，咱们现在要用到你的左手了。左手来拿小师最后面的两条线，对，让小师倒立。
倒立站在 地上，对，就像醒狮里面的战梅花桩，对，这个动作，对，然后咱们一起往舞台前跳三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对，然后再退回去，三、二、一，对，非常好，这个动作是一个跳跃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是第四个动作，第四个动作是比较可爱一点的，咱们先让小春趴下，对，对，先趴下，假装他在睡觉。对，不要动，然后这时候轻轻的动一动他的头，对，他醒了，对，然后你跟他对视一下，对，说哈，主人你好，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左手摸一摸他的头，对，就像你们家小猫小狗在跟你撒娇，然后你也可以用他的头来称称你的手，对，这样非常可爱。对，会配音的同学也配上了，这个时候就更形象。然后这时候你也可以让他翻过来，对，摸一摸他的肚子，对，给他挠挠痒。对，这个动作是比较调皮可爱，比较，对。好，这时候咱们回原位，对。这时候如果加上左右快速的摇摆，这样，对，这是摇头摆尾。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广东醒狮里面的基础动作，对，你如果把它加上锣鼓点，它就。噔噔噔噔唱，啊噔噔噔噔唱，啊噔噔噔噔唱，对，就是这个摇头摆尾。没事没事，那个掉了没事。好，现在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动作，也是难度最高的。老师这边先做一下，你们先看。咱们先前脚离点地，然后逆时针转一圈，站在地上。对，线要有点像打结的样子。然后这时候利用惯性，从左往右翻过来。这个是翻跟斗，对，你会了，但是你的线也缠住了。咱们这个动作的要领就是，你翻过来的同时，线不能缠着，因为咱们还要接着往下表演。前脚离地，逆时针转一圈，然后这时候用惯性翻过来。对，你如果说是顺时针转的话，你是从右往左翻。对，你如果是连转两圈，一圈两圈，你是连翻两个跟斗，一个，两个，然后它这个线。会在翻转的过程中自己解开，这是一个线的规律在里面。对，再来学一遍好吗？前脚离地，逆时针转一圈站着。如果有信心的同学可以转两圈，对，然后翻跟头一二三，对，翻过来。哎，对，非常好，线不要缠着就可以。对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如果没有学会就是学废，学废就是线缠在一起就是学废掉。对，开一个玩笑啊。对，那接下来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分配一下，找一下身边的同学、伙伴，对，两个小狮子还是三个小狮子之间，可以互相的先认识一下，对，也可以玩耍一下，对，这样你们家小猫小狗放风出来，出去一点，这有点用力过猛，没事没事，就你们正常发挥，对，跟小伙伴可以先玩耍一下，但是不能打架。虽然说它的线只有五条，但是咱们刚刚所教出来的五个动作，咱们都是有根据这个醒狮里面的一些基础动作来完成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这舞台就交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由你们来为台下的同学们还是朋友们来献上一段属于你们的狮子舞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咱们有请音乐老师来一段音乐，没事没事。如果还不会的同学，老师会在这边，咱们一起跟着口令一起来学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有请音乐老师来一段音乐。对，先转起来，非常好。为什么小狮子会有一些吼叫声？对，非常好。左三右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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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三右三。上
的心上天，上面注定下都天在上衣，心灵上的天地上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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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上结束了，好，那接下来咱们还有更精彩的蓝音环节，谢谢大家参与。